四书偶义解仲克序，明朝偶义大师所传大学直指，中庸直指，论语典经 underscore 民国23年将迁作补注序。四书偶义解仲克序，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，虽高原平地，乐不见水，苟穴土而求之，无不得者。水欲无心故有之明德，土欲无心幻现之物欲，果能格物致之，无有不能明其明德者。然穴土取水，人无不施功求之，以非水不能生活故也。而道本心具，人多不肯施功，至物欲故必争之，不知惜甚惜贤，甘心自暴自弃，由资丧法身以失慧命，身作走肉行尸，死与草木同腐，可不哀哉？四书者，孔门上既往圣，下开来学，彼由格物致之，以自明其明德，然后推而至于家国天下，彼家国天下之人，各皆明其明德之殆尽大法也。前乎此者，虽其说之详略不同，而其旨通；后乎此者，虽其机之利钝有异，而其效无异。臣可谓先天而天福为，后天而奉天时，万事师表，百代如宗也。其大纲在于明明德修道，其下手最亲切处，在于格物慎独，克己复礼，主敬存诚。学者果能一言一字皆向自己身心体究，虽一介匹夫，其经天纬地，参赞化育之道，何虽得自本心，彼圣贤垂训，一番苦心，不成徒舍，而为乾坤大父大母增光，不愧与天地并称三才，可不自勉乎哉？如来大法，自汉东传，至唐而各宗西北，禅道大兴，高人林立，随机皆物由是联络官敏以气元明诸儒，各取佛法要义以发挥如宗，必恐言心法绝而复续，其用静坐参究以其开悟者，莫不以佛法是则是效，故有功身利己，临终欲知实质，谈笑作事者甚多，其诚意正心，故足未如门师表。但欲自护门庭，于所取法者，不为不加表彰，或反故未辟驳，以弃后学尊己之道，不入佛法，然意图为是举，不思己既应取阳牌，后学岂无见过于师之人，是见其心量狭小，而诚意正心之不无下漏也，深可痛惜。明末偶义大师，系法身大士，诚愿士身，初读如书，即孝先如辟佛，而时未知佛之所以为佛，后读佛经，
是会欠迁，随即丹经研究，方知佛法乃一切诸法之本，其有辟薄者，非掩耳盗铃，即未见颜色之古论也。遂发心出家，弘扬法化，一生著述经论四十余种，卷银数百，莫不言言见地，欲与超宗，如走盘珠，利益无尽。又念如宗上焉者，取佛法以自义，终难究竟贯通。下焉者，习辞章以自足，多造谤法恶业，忠心痛伤，欲为救援，因取四书周易以佛法示之，解论与孟子则略示大义，解中庸大学则直指心源，盖以秉法华开全显实之意，以圆顿教理，是智是语言，比灵山似水之心法，彻底显露了魔于运。其取佛法以自义者，即得究竟实义，即专其辞章之流，由资之佛法广大，不易测夺，亦当顿其邪见，见身正性，知格除物欲，自能明其明德，由是而力求之，当直接恐言心传，其利益岂能让宋元明诸儒独得也已。近来各界眼界大开，天资高者无不研究佛法，一唱百合，迷然风从继之。即心本具佛性，无始无终，具足常乐我净真实功德，岂肯当人故让，见义不畏，高推甚进，自处凡愚乎哉？以故伟人明示，虑多吃素念佛，笃修净业，弃其身见佛性，此生佛国而已。失掉梅菜与则李小和陈鲁德叶柏林彭孝朝玉九邻居士等，素具灵根，笃信佛法，一见四书偶一解，不胜欢喜，为此书直指当人一念，大明如是心法，于是出世法，融通贯彻，比上中下根，随机受益，身则健身，不妨直气菩提，浅则见浅，亦可见种善根，
即欲刊版，用广流通，以此功德，恭祝现在春轩受登其仪，百年报尽，神归安养。过去父母宿业消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净土。其序于光气告来者，光自愧习作产提，毁谤佛法，以致业障复兴，物证无由，喜彼之情，弃一切人于佛法中贤身正性，数可业障统消，而心光具皆发现矣。周易禅解，金陵一刻，孟子则汝，兵险后失传，洋人山居士，求之东夷，亦不可得，习哉。中华民国九年庚申孟夏常惭愧僧事印光传，大学直指补助序，夫圣经，天下国家之心要也。大学一书，又诸经之心要也。偶益大师大学直指，又大学之心要也。得此心，则天下国家治且安；失此心，则天下国家乱且危。其关系之重何如乎？而其智力之本，则在于修身；修身之本，在于正心；正心之本，在于诚意；诚意之本，在于致知；致知之功，即在格物。物即身家国天下之物，格者正也。正其不正，以归于本正之谓格。格感通也，数穷三季，横遍十方之谓格。夫士之谓大学，夫士之谓明明德于天下。若广说之，岂但一天下云乎哉？不入华严法界观，不能知其究竟矣。且常论之，大学一书，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即为出世资粮。佛说阿弥陀经，出世间法之总持也，而不离世间功德，何事二者？而倡导之，弘扬之，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，乃至出轮回，身净土，就近成佛，普度有情，无他求矣。既身偶失直指之意谓之补助，以便学者复敬谓之赞。赞曰：自有此经，未有此著，格物致知，劝经要处，破我法执，修二空观，于一切法作为心看，身为物本，格之所先，家国天下，乃其末焉。本硕莫容，一气之宣，为明明德，设无不圆，诵如未解，更为补传，错乱古今，大义不显，叙失妙物，直指真权，恐甚复起，当无见然，须哉来学。首复思篇，如是修者，
是真圣贤，加其国治，天下遍遍，遍遍即平平。民国二十三年，贾诩、孟夏阳父子将迁景树。大学之旨，依古本。古无偶意道人至叙述阳父子将迁不住。大者，当体的名，常变未易，即指无人现前一念之心，心外更无一物可得，无可对待，故名当体。此心前既无始，后既无终，生而无生，死而不死，故名为常。此心包容一切家国天下，魔所不在，无有分际方余，故名为变。学者觉也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故名大学。大自即标本觉之体，学自即彰始觉之功。本觉是性，始觉是修，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性修不二，故称大学。文分为二，从初至天下平，统是性修止去。从自天子至终，详是妙修次第。初中又二，初二节是妙悟之门，次三节是妙修之序。初中又二，初直是静观，二点是悟修。今初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道者，从因趋果所立之路也。止一在明明德，便说尽大学之道，上明字，是始觉之修，下明德二字，是本觉之性。性中本具三义，明之为德，未现前一念灵之动彻，而未尝有形。即般若德，现前一念虽非形象，而具诸妙用，举凡家国天下，皆是此心中所现物。举凡修齐至平，皆是此心中所具事，即解脱得，又复现前一念，莫知其香而不无，为天欲物而非有，不可以有无私，不可以凡圣意，平等不增不减，即法身得。我心既耳，明心亦然，度自性之众生，名为清明，成自性之佛道，明止至善，清明止至善，只是明明德之极致，恐人不了。一一念出，不可说为三纲领也。此中明德、明、至善，即一境三谛。明、清、止，即一心三观。明明德即自觉，清明即觉他，止至善即觉满。自觉本具三德，数之以为般若。觉他令觉三德，数之以为解脱。至善自他不二，同具三德，数之以为法身，不纵不横，
并不别，不可思议。至理名为大理，觉此理者，名为大学。从名字觉，其观行觉，从观行觉的相似觉，从相似觉皆分正觉，从分正觉归究竟觉，故名大学之道。补助三谛三观三德，详言上边始中心要解。二点是勿修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止之一字，虽止至善，只是明德本体。此皆指点人处，最重在知之一字。远绝经云：知患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患即绝，亦无见次。当与此处参看大佛顶经云：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缘成果的修正，即知止之谓也。此中之谓妙悟，定、静、安、虑，谓妙修的谓妙正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名能定；外境不扰故，闻所闻静，名能静；内心无喘故，觉所觉空，名能安；烦恼有寂故，空所空灭，名能虑；寂灭现前，如镜现象故，忽然超越，名能得。或二书胜故。补注：大佛顶首楞严经云：尔时观世音菩萨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意念我习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时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出于文中，入流亡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如是见增，闻所闻静，静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。或二殊胜，译者：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，下合十方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，闻所闻尽，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者，未能闻能觉能空之心，与所闻所觉所空之境，俱泯也。忽然超越，或二殊胜者，超越世间有父与出世间空父，故空假双照，发大慈悲心。四三劫是妙修之序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此其下文两节之意。
盖于明德，而患臣身及家国天下，民之为物，既以弥德成物，且顺民情，辨其本末，反弥归物之功，民之为事，既向生灭门中，商榷却修正，须知有终始，始于先，终于后。古之欲明一节，知所先之榜样也；物格一节，知所后之尘暗也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，治之在格物。说各明明德于天下，便见亲民止善，皆明德中事矣。正其心者，转第八十位大圆镜智也；诚其意者，转第七十位平等性智也；治其知者，转第六十位妙观察智也。格物者，作为心识观，了知天下国家，根深器界，皆是自心中所现物，心外别无他物也。是故若欲格物，莫若观所愿缘，若知外所愿缘非有，方知内所愿缘不无；若知内所愿缘不无，方能力去内心之恶，力行心内之善，方明自谦，方明慎独。又指一明德，分心意知三明，致知即明明德。补助：离本清净周遍之心，而换为八十，一眼十，二耳十，三鼻十，四舌十，五身十，六意识，七莫那识，八阿赖耶识。前六识者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相接，而现之识也。第七莫那识，亦云染污，指我执法之一根也。第八阿赖耶识，亦云含藏，即前七识之所藏也。能转八识，则成四智，转眼耳鼻舌身识未成所作智，转意识未妙观察智，转莫那识未平等性智，转阿赖耶识未大圆净智。如是则复还其清净周遍之真心，观所愿缘者，为观由见所取之相也。外所愿缘，识所愿之境；内所愿缘，是能愿之心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我法二之破，则物自格。由大佛顶经所云，不为物转，便能转物也。知至者，
二空妙观无间断也。一尘者，由第六识入二空观，则第七识不复执第八识之见分，为内自我法也。心正者，由六七二识无我执故，第八识舍赖耶明，由六七二识无法执故，第八识舍意熟明，转成眼摩罗识，一名大圆净智相应心品也。深修者，第八识既成无漏，则一切五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皆无漏也。加其国治天下平者，一身清净故，多身清净，乃至十方三世圆满清净也。补助真如之体，不变而随缘，随色受想行识五蕴之缘而为人，随善恶尽染之缘而为法。因缘和何须妄有生，故皆无自性。当体即是真如，不知是义，而妄执有时人，即为人我执；妄执有时法，即为法我执。我执者，谓执有自性也。能破二执，即得二空。《金刚般若经》云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破人我执也。又云：菩萨应我所住不施，不住色不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施，破法我执也。当知空假中一心三观，是破二执之神方，斩一切罪根之慧见也。一熟者，因果之名，或一时而熟，或一性而熟，或一处而熟，三世因果之成熟，非一时，非一性，非一处也。眼摩罗识，亦云白净识，即真如本体。色受想行识为五阴，六根六尘为十二处，六根六尘和六识为十八界，曰阴曰处曰界，皆障碍而不清净，屈局相不周遍之称，以皆生灭故，皆有漏也。若能转识未至，则皆成无漏。以上统是性修止去尽，详是妙修次第又为三。出的是格物，须从本格；二详是诚意，必先致之；三根是修其至平，必有次第。经出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。前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原不单指帝王有为人说，恐人错解，今特点破。且如顺根立山之时，何尝不是庶人？一引根有生时，传说在板柱时，太公调卫兵时，亦何尝不是庶人？只因他肯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以修其身，所以皆能明明德于天下耳。盖以天子言之，则公卿乃至庶人，皆是他明德中所幻现之物，
是故自身为物之本，家国天下为物之末。若以庶人言之，则官吏乃至天子，亦皆是他民德中所幻现之物。是故亦以自身为物之本，家国天下为物之末。须知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民位不同，而民德同，民德既同，则亲民止至善一同，故个个以修身为本也。前虽略是物有本末，又云致之在格物，尚未止止下手方便，故今的止修身为本，以心意知，不可换作物故，以致成正皆向物之本上隔将去故，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，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谓之有也。此谓之本，此谓之之治也。所厚谓则公以厚，所薄为待人以宽，若以厚为家，薄为国与天下，便是私情了。会万物而为自己故，谓之之本。自己之外，别无一物当情故，可谓之之治也。出的是格物，须从本格进。二祥是臣亦必先治之。所谓臣，其义者，无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直心正念真如，名为诚意。忘记使我使法，名为自欺。盖稍习闻圣教，未有不知我法二执之为恶，未有不知二空妙观之为善者。但其误我法二执，不能如恶恶臭，好二空妙观，不能如好好色，所以名为自欺，不自谦耳。夫臭必之臭，色必之色，可欲良知，知臭必恶，知色必好，可欲治之。今知二执之恶而不力破，知二空之善而不力修，其可谓治之乎？心外本无实我实法，明之为独，断义中我法二执，断无不尽。修良知二空妙观，修无不圆，明之为甚也。小人闲居未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厌其不善，而者其善，人之是己。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此谓沉于中，行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此名小人亦有良知，但不能治之，故亦不得成也。贤居即慎独之独字，虽在大庭广众，亦名贤居。谓不善者，即是忘其我法二执。二执谓众恶根本，故亦有二执，便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
正是良知不可昧处，眼不善而者善，是不能成于中。如见其肺肝然，是不能行其外，故使人得亏其中也。岑子曰：食目所视，食手所指，其言乎？腹润乎？德润身，心广体盘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食目食手，正是慎独成中处。润屋润身，正是行外处，心包太虚，故广，体露真常，故胖。诗云：瞻彼其耳，露竹依依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色兮宪兮，赫兮喧兮，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喧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色兮宪兮者，循吏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。有匪君子，终不可喧兮者，道甚得至善，明知不能忘也，切磋琢磨，致之也。循吏，成于中也；威仪，行于外也。甚德，明德之以明者也，致之则意诚，意诚则心正，知意心皆明德之别名。智诚正皆明明德之别名。智道极处，诚道极处，正道极处，即明至善，名不能忘，即是清明。可见清明只至善，不是明德外事。诗云：余系前王不忘，君子贤其贤，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，而利其利，此亦没事不忘也。武功之名不能忘，与前王之名不能忘一般。良以明德之中，自具贤亲乐利，横遍天下，庶彻没事，故也。康告曰：克明德。太甲曰：故是天之明命。地点曰：克明俊德，皆自明也。有武功而素之文王，素之陈汤，素之帝尧，皆是自明。自明即智之诚意也，即功自厚也，即修身为本也，即之所先也。汤之盘名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欲成其意，莫若自新。自新者，不安于旧习也。我法二执，是无始忘习，明之为旧。观我法空，是格物致之，明之为心。苟者，展然被成何绝也。日日新者，不肯的少未足；又日新者，不肯半途而废；又苟日新者，
断分别二执，日日新者，断俱生二执，又日新者，断二障种子。补助分别二执者，由无始以来，种子内熏，兼随外缘且见分别之粗直，俱生二执者，全由种子内熏，不待外缘邪教，无始以来，与生俱生之细执也。粗执易断，细执难断。我执又名烦恼障，障大涅槃故；法执又名所知障，障大菩提故。二障种子断，则现行不生。康告曰：作心，不是我去作他，只因自能日新，彼变心起。故孟子曰：呆文王而后心，心即作也。诗云：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是故君子摩索不用其极，只依日新又新，便使民亦自作，命亦维新。可见心外无名，心外无命。诗云：邦畿千里，为民所指。诗云：民蛮黄鸟，止于秋鱼。子曰：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诗云：穆穆文王，于鸡西晋止为人君，止于人，为人臣，止于敬，为人子，止于孝，为人父，止于慈，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文王一人耳，对臣下，则各为君；对商纣，则民为臣；对王季，则民为子；对五州，则民为父。可见身是本，而所对皆末也。民得一礼耳。对臣下，则民为仁；对君上，则民为敬；对父母，则民为孝；对子孙，则民为慈；对国人，则民为信。可见摩索不用其极，无二极也。极，极至善，至善，即明德本体。此文王自谦处，城中行外处，皆由格物致知，以成其意，故能如此。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无情者，不得尽其辞。大为明志，此谓之本。世人不知心外无物，妄为人尽孝慈信，可以对君臣父子良民，不可以化玩恶。殊不知只是物未格，知未至，亦未成耳。如文王之始于睿习真，何必别商听讼之法？大凡不达人我一体，则有真有尽，便明之为无情。非必告广状，而后谓无情者也。今以本无人我之名得化之，
故能大为民治。夫为民治，则非刑罚之威；大为民治，则使见讼者，亦化而为圣贤矣。非知身为物本，格物致知，以成其义者，孰能若此也哉？二详是诚意，必先致之敬；三根是修其治平，必有次第。又为四，初以心生何事，二以身家何事，三以家国何事，四以国与天下何事。虽如此次第何事，然皆不离修身为本，皆不外于格致成正之功。今初以心生何事，所谓修身，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奋志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李卓吾云：身字不必改作心字。首节，见身之有关于心。次节，见心之有关于身。身者，前六识身也。奋志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及贪甜痴等，跟随烦恼也，现行熏成种子，故使第八识心不得其正。补助为十加分根本烦恼为六，曰贪、甜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，分随烦恼为小、中、大共二十。小随十，曰愤、恨、负、恼、急、牵、狂、谄、害、骄。中随二，曰无惭、无愧。待随八，曰吊举、昏沉、不幸、懈怠、放逸、失念、散乱、不正知、心不在焉、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、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，在正其心。第八识体，本自我所不在，亦无所在，唯其受染法熏，持染法种，随彼染法所起现行。未视、未听、未识，面见闻知之妙性，遂为彼所覆庇矣。盖其光圆满的无增碍者，名之为见。既有所视，便不明见。十方即古，十处其闻者，名之为闻。既有所听，便不明闻。舌根不动，但性常在者，名为知味。既有所识，便不知味。故前一节，身明现行熏种子之师；此一节，身明种子身现行之师。身心相关若此，故必格物致知，以成其义。
然后心正而身修也，有所奋志等，只是不能格物，故意不成，不见不闻等，只是不能致之，故心不正而身不修。问曰：前云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云分治好恶，皆不得正，前后不相为耶？答曰：如恶恶臭，断我法二执也；如好好色，修二空妙观也。二观成就，方能无分智等，自无分智等思，方能明之所好好之，明之所恶恶之。故知格物致知之外，别无诚意正心之功。二身家何事？所谓其其家，在修其身者，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，知其所见恶而辟焉，知其所畏敬而辟焉，知其所哀惊而辟焉，知其所熬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先矣。故谚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，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五个辟字，皆是不能格物，故不能致之耳。便是不能齐家之处，何止为身不修耶？莫知子恶，莫知苗硕，亦是为物所蔽，故不能致其之也。后依反诘，最为有利。正显修身为本。三家国何事？所谓治国，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无知。故君子不出家，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始众也。一一都从修身上说来，玩三个所以字，绝不费力。康告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忠，不愿矣。未有学养子，而后嫁者也。妙在心诚求之四字，正与下文明好明恶相合，又与上文五个辟字相反，此皆从格物致知、诚意慎独中来。一家人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利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，此为一言愤世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，而后求诸人；无诸己，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御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尧舜之人，
不过是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以修身耳。如此修身，便为天下人榜样，天下人自然从之，何必发号施令哉？令字与帅字正相反，帅是无心之话，令是有心之求，达得心外无天下，故不必有心求。不知天下在心中，故不能无心化也。诗云：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，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以兄一弟，以兄一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。二师皆说修身齐家事耳，而治国便在其中，何必求之于国哉？诗云：其一不推，正是四国，其为父子兄弟族法，而后民法之也，此谓治国。在其齐家，其一不推，只是修身事耳，正是四国，则天下不难平矣。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兄，止于友；为人弟，止于恭。而后民自法之，可见四国自趋于正，不待我去正他。四以国与天下合事，所谓平天下，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，而民心孝；上长长，而民心弟；上恤孤，而民不备，是以君子有挟举之道也。老老常常恤孤，原即孝弟慈三字，只是变却文法耳。挟举二字最妙，只需向自身上推去，便知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所恶于上，无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无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无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无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无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无以交于右。此之谓挟举之道，正是人挟举功夫，不是复解自意而已。诗云：乐止君子，民之父母，民之所好；好之，民之所恶；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修二空妙观，如好好色，故无私好；断我法二执，如恶恶臭，故无私恶。无私好，故能明之所好好之，无缘大慈也。无私恶，故能明之所恶恶之，同体大悲也。是谓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。补注：三界一名三有，欲界六天，色界十八天，无色界四天，皆以修行功德增高而上，其身长寿命亦皆倍增，然福报尽时。
皆堕轮回，皆须皈依三法，方能乐脱死生。故佛是三界大师，三界众生不外胎卵尸化四种，佛等视之如子，把苦与乐。故佛是四生慈父。诗云：揭彼南山，杂石岩岩，赫赫诗语，名句而瞻。有国者，不可以不慎。辟，则为天下路矣。诗云：因之为丧失，克配上帝，宜兼于因，俊令不易。道的众，则的国；失众，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圣乎德，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是故二字顶上三则自来，紧切之极，不曰明德，而曰圣德，正显明明德之功夫，全在圣独也。有德此有人，便为下文用人张本；有土有财，便为下文理财张本。若悟大道，则生财亦大道，不于大道之外，别伤生财矣。用人理财，是平天下要务，而皆以圣德为本，皆及圣德中事，谁为明明德外，更有他道哉？观心事者，性具三千，名为天下圣德。是先悟性体，用人是智慧庄严，理财是福德庄严。补注：佛菩萨圆觉声闻之四圣，天人神畜鬼地狱之六凡，为十法界，十法界之一一界，各有如是性，如是相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之实如是。一界各具十界，则有百界千如是，假名五因国土，各具一千，则有三千，理具是造，又各有三千，而为是一心，故曰两众三千，同居一念，两众三千，差别即矣。同居一念，为是平等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，外本内我，真名失夺，举本必兼得末，末得而本亦容，逐末必全以本，本一而末一失。观心事者，不悟性德，而修完福，变成魔也。是故才聚，则名散；才散，则名聚。名散，将何以守才？名聚，何忧乎不复？观心事者，一毫之善，施与法界众生，则能成佛；而九界幽归，
是故言背而出者，亦背而入；或背而入者，亦背而出。康告曰：唯命不于常，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楚书曰：楚国无以为报，为善以为报。九范曰：亡人无以为报，人亲以为报。太师曰：若有一个臣断断兮，无他计，其心修修焉，其如有容焉，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厌甚，其心好之，不斥若自其口出，实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上亦有利哉。人之有计，昌吉以恶之，人之厌甚，而为之彼不通，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待哉。前一大臣犹能格物致之，所以纯是无人无我之心。后一奸臣尤其不能格物致之，所以只有分人分我之心。为人人放流之，迸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，此谓为人人。未能爱人，能恶人。为人人无爱无恶，亦为人人能爱能恶。人是性体，无爱无恶是性量，能爱能恶是性具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尤其不能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以自谦，故不能明之所好好之，明之所恶恶之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服人之性，资必歹夫身。不过有所好乐，有所奋志，则不得其正，遂至亲爱而辟，见恶而辟耳。可不格物致之，以慎其独哉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大道即大学之道，君子不以谓言，忠信即诚意之以明，直心正念真如，明志诚心，亦名为忠。乐之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明之为性，自是未交。交则不忠，亲他未泰，泰则不信。身才有大道，身之者众，识之者寡，未之者急，用之者疏，则才恒足矣。大道亦即大学之道也。既有大道，何必惧敛哉？深知者众，未知者急，只是明之所好好之，识之者寡，用之者疏，只是明之所恶恶之。观心事者，
虽悉凡胜一毫之善，则身之者众，不向三右，则食之者寡，情测三业，修行无灰，则畏之者急，不向二甚，则用之者疏，又不向二甚三有，皆是食之者寡。观察三轮体空，则是用之者疏。补助身业口业意业为三业，误会者，天台大师说五种忏悔法，始于昼夜六时修之，名为六时五悔。一忏悔，发怒以往之罪，而戒将来也。二劝请，劝请十方如来，一转法轮也。三随喜，于大小一切之善根，随喜赞叹也。四回向，以一切所修之善根，向于众生，又向于佛道也。五发愿，发四弘誓，而导前之四行也。五者皆能毁罪灭恶，故皆名悔。劝请，则灭魔王请佛入灭之罪；随喜，则灭其他修善之罪；回向，则灭道求三界之罪；发愿，则灭修行退智之过。二甚，未生闻缘觉，但求自度，不发大悲，安于小乘，不求作佛，三轮体空，就不失言。以失者，受者，与失物，谓之三轮。此三轮之相存于一中，称为有相之三轮，而非真檀波罗蜜之行。灭此三轮，住于无心而行之师，为三轮清净之檀波罗蜜。《金刚经》云：菩萨于法，应我所住行于不施。檀波罗蜜，亦云不施度也。仁者，以财发身；不仁者，以身发财。观心事者聚财，是染污心修有漏善，常在生死，名为以身发财。不达身财大道，是狂慧枯禅，不能称性修习菩提资粮。不明以财发身，今言身财有大道，即是称性所起，原因庄严，不向外求，又言以财发身，可见六度万行，却于不可，不得空谈理性也。未有上好人，而下不好意者也；未有好意，其事不忠者也；未有福库财，非其财者也。孟献子曰：触马城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兵之家，不触牛羊；百臣之家，不触聚敛之臣。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道臣。此为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常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谓善之，小人之始为国家，
滋害病治，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。此为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此二节，以用人理财何说？由见二事只是一事，须事先胜乎德，方能用人，方能理财。大曰贤臣，决以爱民为物，聚敛决定便是小人。故仁者只须得一贤臣，则不必聚财而恒足；不仁者只是一味贪财，则小人变得尽用而致资也。关心事者，由物法生，方知性具怨了二因，由智慧力，方能赤然修习菩提资粮，而不成有漏有味。补助三因佛性，涅盘经所说，一正因佛性，离一切邪非之中正真如也。依之成就法身之果德，故名正因佛性。二了因佛性，照了真如之理之智慧也。依之成就般若之果德，故名了因佛性。三缘因佛性，缘住了因，开发正因之一切善根功德也。依之成就解脱之德，故名缘因佛性。三者皆性所具，全性起修，则能成就无漏无畏之菩提正道。菩提者大觉之称也。因缘离合，虚妄生灭，谓之有畏。三界因果，不离烦恼，谓之有漏。若真如之性，即本无漏无畏也。大学直指中，中庸直指补助序，现前借耳一念，而实无量无边，不生不灭，数穷三际，恒遍十方，清净本然，寂然不动，谓之性。感而遂通，有善有恶，有因有果者，谓之道。全性起修，为善去恶，造原因以致原果者，谓之圣人之教。所以谓教，慎独是矣。所以慎独，至中和是矣。所以至中和，空假中一心三观是矣。修此三观，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，至人永三得利焉。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交，五达道行焉。凡为天下国家之久经备焉，以其关系于天下成败利钝治乱安危之重也。故谓之三重。此三观者，为是一心，故曰所以行之义也。中庸之为书，偶益大师之直指，据于是矣。或曰敬经之学者，而与之言中庸，吾乃傲乎？偶师直指，以佛是如，又傲之甚者也。小之曰所谓中庸，所谓直指，即直指耳我乃至一切众生各个本具之现前见耳一念，
而又无量无边，不生不灭，清净周遍，圆具三谛三观三德之妙真如心也。真者不妄，如者不变，妙者神通自在，不可思议也。三谛者，真俗中；三观者，空假中；三德者，般若解脱法身也。即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，而圣凡之分，天地玄隔者，何也？修与不修之殊也。修则性显，不修则性隐。修之则为智，为人，为用，为君子，为至圣，为尧舜文王武王周公仲尼，乃至成佛。不修则为愚，为不孝，为埋没，为无忌惮之小人，乃至为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受苦无量之众生，子思之作中庸，偶师之作直指，教修之宝法也。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三世诸佛，教修之导师也。世间法之三达德五达道九经，与出世法之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，教修之条目也。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至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，乃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，人亦能知己百知，人实能知己千知，教修之全功也。聪明睿智，足以有灵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直；其庄中正，足以有静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；朴薄渊泉，而实出之；见而明莫不敬，言而明莫不信，行而明莫不说，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双目所对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教修之极致也。而皆本于空假中一心三观之修，以其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故谓之空；以其体悟而不可疑。所谓悟者，亦皆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谓之假；以其空假双照，不偏于空，不偏于假，谓之中。故曰真真其人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渊渊其渊者空观也，真真其人者假观也，浩浩其天者中观也。空观即为一也，一故能立天下之大本；假观即为经也，经故能经纶天下之大经。空假双照之中观，即允直觉中也，故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而摩所偏矣。盖性无不同，而相无不异，空观者平等观也，假观者差别观也。性相
不二，故于平等而知差别，于差别而知平等，是宇宙万物所由分合，而天下国家之所由至平也。此真能与众宝之无价摩尼珠也，藏此珠而行起，可谓智乎？怀此宝而弥邦，可谓人乎？知是衣中之珠，宅中之宝，而不肯探求，可谓勇乎？故仅为补助以劝于学者，学者得此宝而明其性，以修其身，则加其国治天下平之效可睹也。得此宝以修华严，可以知法界无尽之圆观也。以修法华，可以知方便度生之妙用也。以修净土，可以知出凡入圣，简易而圆满，结束而就近之最圣法门也。学者其有宝之哉？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奉下江迁警述，中庸直指不住，古无偶意道人志叙述，中之一字，名同时意。此书以喜怒哀乐未发未终，若随情解之，只是独头一事边事耳。老子不如手中。四曰第七十体，后世玄学，居在行区，又非老子本旨意。藏教所全真理，离断离常，一名中道，通教即物而真，有无不二，一名为中，别教中道佛性，有名有义，而远在果地，初心绝分，为圆人之一切法，即心自性，无非中道。岂得慢以世间中字，烂此即成。然既秉开显之旨，则治世语言，皆顺实相。故须以圆寂妙宗，来会此文。彼儒者道脉，同归佛海。中者，性体；庸者，信用，从体起用，全用在体量，则数穷恒变，具乃彻果该因，文为五段，初总是性修因果，堪以续分。二详辨是非得失，拟开元解。三却是修行榜样，你起原形。四广成名道合成，你于原位。五节是始终傲止，你于流通。初总是性修因果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不生不灭之理，名之为天。虚妄生灭之源，名之为命。生灭与不生灭合合，而成阿赖耶识，遂为万法之本，故谓之性。盖天是性体，命是功能，功能与体不依不异，由波与水也。体则非善非恶，功能则可善可恶。譬如净体非盐非痴，而光能照现盐痴，
精性一耳，虑其善种而发未善行，则明君子之道；虑其恶种而发未恶行，则明小人之道。道由路也，路有大小，无人不由，故曰道耳。人与不人而已矣。然善种发行时，性变举体而为善；恶种发行时，性亦举体而为恶。如镜现言时，举体成言；镜现痴时，举体成痴。言痴非实，善恶亦然。无性怨生，不可思议。圣人见无性怨生之善，可以为天地，育万物，自成成物也。故设教以修习之。见无性怨生之恶，可以反中庸，治祸乱，自害害他也。故设教以修除之，除其修恶，恶性原无可除，习其修善，善性原无可习，故生达善恶之性。即是无性者，名为悟道。断无性之恶，恶无不尽；即无性之善，善无不缘者，名为修道也。此节，且变性修。下文，方详是因果差别耳。夫天命之谓性，真妄混而难明；率性之谓道，善恶分而杂出；眼真穷妄，断染欲善。要紧只在教之一字，全不中庸，皆修道之教也。故曰自明成，谓之教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。可离，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非善即恶，非人即不仁，故不可虚于离。故必戒慎恐惧以修之。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此生明戒慎恐惧之故。问曰：何须向不睹不闻处用功？答曰：以莫显乎隐，莫显乎微故也。隐为就是不睹不闻，就是独慎，就是戒慎恐惧。此与大学成义功夫一般，皆须执心正念真如。补助：道由路也。世间之道六，曰天，曰人，曰神，三善道也；曰畜生，曰恶鬼，曰地狱，三恶道也。凡起一念，必落一道。一念而善，则上品为天，中品为人，下品为神；一念而恶，则上品为地狱，中品为恶鬼，下品为畜生。人不能虚于无念，故不能虚于离道，生死轮回之报所从来也。可不戒慎而恐惧乎？一念因也，天人神畜鬼欲果也，因必具果。
无果非因，故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，在因之果，凡夫视之不睹，听之不闻，若佛则悉睹悉闻，故曰莫见乎已，莫显乎为。君子之所以必慎其独也，慎独净念之法门，无如念佛。念佛是出生死轮回之大道也，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终结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赤然喜怒哀乐时，喜怒哀乐不道之地，名之为中。非以无喜怒哀乐时，未未发也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故谓大本。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故谓达道。中虽是性，须曰出禅真如，方显其妙。发而终结，全从慎独中来，全是以修和性。若稍不与性和，便不明和，至中和。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，至之一字。与后文其次至屈至字同，三千在理，同名无名。三千果成，贤称常乐，故云未焉欲焉。不必向孝晏上说，自有真实孝晏。皆皆四兄居尧舜之事，不能自全。言子虽单瓢陋巷，不改其乐。谁谓心外时有天地万物哉？天地万物皆心中隐耳，不住中为一也，空观也，和为精也，假观也，至中和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，中道圆观也。诸佛一心三观之应，尧舜今一直中之传，虽所至之范围不同，而能至之功则一也。二详辨是非得失。众迷曰：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此总标是非得失之源也。君子备成何绝，故直曰中庸。九戒皆是被绝合成，名为逆修，故皆名反中庸。识字只是无执着意，自利则善巧安心，利他则四息顺物。小人亦要修因正果，亦自以为中庸，但不知从慎独处下手，便至于无忌惮，便是错乱修习，犹如煮沙，欲成家传。子曰：中庸其志矣乎？民先能久矣。中庸是大本达道，所以谓志，必具真智真仁真勇，然后能知，所以名先能也。此且总叹先能，
下文方出先能之故。子曰：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贤者过之，不孝者不及也。不行，归罪于之愚；不明，归罪于贤不孝。可见行明不是两事，过处就是不及处。故《论语》云：“过犹不及，特就其情见，纵许为过之耳。”道本至极，那有能过之者？补助贤者智者之过，偏于空也。偏于空，则单审计，而不是行持。但自度而不发大悲，愚者不孝者之不及，偏于假也。偏于假，则迷五欲，而不能出离。贪势利而魔所忌惮，至于贤不孝四者，可以尽天下之人，而其偏若此，中庸之所以不明不行，人莫不饮食也，先能之味也。味是舌食之相分，限量所得，非心外法。至于贤不孝者，那能得之？唯有成就唯心识观之人，悟的味非心外识法。成就真如识观之人，悟的味即如来藏耳。饮食既不知味，则终日中庸，终日反中庸矣。子曰：道其不行矣夫。子曰：顺其大之也与？顺好问，而好察而言，隐恶而养善，知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，其斯以为顺乎？非大之，不足以行道。故先探不行为病，后举大顺为要，全人全勇知之，方明大之。所以双超之于两观，执两端而用中，方是时中。若离两端而别谈中道，便谓执意矣。两个其字，正显两端中道，原指一体。问：何名两端？答：善恶是也。善恶皆性具法门，唯圣人能用善用恶，而不为善恶所用，则善恶无非中道。如顺诸四凶，即是用恶法门也。书云：强扶有刚克，懈有柔克。省钱刚克，高明柔克，平康正直，皆见用黄极之妙。一，可以思矣。补注：王阳明先生曰：春秋必呆传而后明，是歇后明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所传多是鲁史旧闻，若春秋须传而后明，孔子何必消之？如书事君，即事君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事君之详？征伐当自天子出，书伐国，
即伐国便是罪，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六经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，去人欲，于存天理，去人欲之事，则常言之，或因人请问，随各分量而说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专求之言语，故曰语欲无言。若是一切纵人欲，灭天理之事，又安肯降以示人？是常乱早间也。故孟子云：仲尼之门无道，还闻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。此便是孔门家法，是儒只讲的一个霸者的学问，所以要知的许多阴谋诡计，纯是一片功利的心，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？因叹曰：此非达天德者未易语言此也。又曰：孔子云，吾有即使之却闻也。孟子曰：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与五臣取二三策而已。孔子删书于唐余下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，岂更无一事？而所述指此，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又曰：师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：放正身。正身吟。又曰：恶正身之乱雅乐也，正位之因，亡国之因也。此是孔门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所谓雅乐，皆可奏之交妙，奏之相当，皆所以宣畅和平，含有德性，移风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常引导兼矣。此必秦火之后，是如富贵，已足三百篇之数。仅按先生此论，是千古巨典，圣学真传，读书正法，二十四史，汗牛充栋，多恶行繁文，今之暴章，播扬恶行，一日千里，是道人心之所以日下也。子曰：人皆曰与之，屈而纳诸蛊惑陷阱之中，而莫知之辟也。人皆曰与之，则乎中庸，而不能其越守也。子曰：回之为人也，则乎中庸的一善，则全权服因而服失之矣，非人守，不足以明道。故先叹不能其越守未病，后举言子未药，权智权勇之人，方明真人。所以超出贤不孝两观，则而得者，之为先导也。守而不失者，勇为后进也。是谓极之极勇之人。言一善者，有所谓罪上一成，义不对二，善不对恶。子曰：天下国家，可君也；绝路，可辞也；白刃，可导也；
中庸，不可能也。子路问强，子曰：南方之强与，北方之强与，易而强与，宽容以教，不暴无道，南方之强也。君子居之，任荆格，死而不厌。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，故君子和而不留。强哉矫，中立而不倚。强哉矫，国有道，不变塞焉。强哉矫，国无道，至死不变。强哉矫，非真勇，不足以载道。故先举有相之勇未病，后举君子之强未要。权之权人之勇方名真勇，所以便超之于贤不孝之流弊。有真之真人真勇者，君天下亦中庸。辞绝路，亦中庸。倒白刃，亦中庸。若源头不清，则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。且道如何是源头？慎独是也。倘不向慎独处讨线索，则管仲之一匡天下，不似大顺乎？袁宪之平，不似单瓢漏象乎？子路之死，不似比干乎？思之，柔能胜刚，故南方易得称强。所谓忍为力中最也，何则易流？不流方见真强，中立亦已，不着中道，不视中道而轻两端，方见真强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，方见真强。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，方见真强。如此之强，其贤之者之所能过，故曰：过犹不及也。子曰：素隐形怪，后世有数焉，吾弗谓之矣。素隐是假至形怪，是假人，积其精神而使后世有数，是假勇。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勇不能守，即人体不纯；人不能纯，即知有未及。君子依乎中庸顿视，不见之而不悔，为圣者能知。真智真人真勇，三德只是一心，一心具足三德，全修和性，故名为一。为圣与圣，乃能知之。下列不知，为时失权，脱真欲蔽，此事忍一，是名不悔也。此上一往皆是辨真伪，别是非，以开元解，而行谓之要，亦不外是矣。补助：慈悲忍事者，妙法莲华经云：如来是者，大慈悲心事；如来依者，何容忍辱事；如来作者，一切法空事。三却是修行榜样，又为四
出具大道体用，以是所修。二指中树素位自而自卑，以为能修。三以顺文无周，以作标榜。四引达哀公问，结成宗要。今初君子之道，废而已。夫妇之余，可以与之焉，及其志也。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夫妇之不孝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志也。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犹有所憾，故君子与大，天下莫能载焉；与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诗云：“渊非立天，鱼跃于渊，言其上下察也。”君子之道，造观乎夫妇，及其志也。察乎天地，道不偏属君子，而君子方能合道，故称君子之道。可见一部中庸，指重修道之教也。此曰因行，故名君子之道。后曰果位，故又名圣人之道，亦名至诚之道。其实无二道也，与之与能处，即是不知不能处。不知不能处，正在与之与能处。非有浅深如眼之色，耳之声，鼻之香，舌之味，身之触，意之法，眼能见，耳能闻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觉，意能知，非夫妇可以与之与能者乎？眼何以能见？耳何以能闻？乃至意何以能知？非圣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乎？法法皆然，人自不察。是故与之与能，皆是废处，即皆是以处。不知不能，皆是以处，即皆是废处也。圣人不知不能，天地犹有所憾，所以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诸法之权，即隐是废；诸法之实，即废是隐。大义不可破，小义不可载，悟得此理，方许之废而已。渊非鱼跃，即是不知不能之至道。故宗门云：三世诸佛不知有，离奴白骨系之有。补助道即所虑之性，此性平等。圣人君子不多，于夫妇渊于不少，故曰废。废犹变也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故曰隐。渊于之性，亦是无量无边，故曰小亦莫能载。心佛及众生，是三无差别，故曰大亦莫能破。二指中树素位自而自卑，以为能修。子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是人安于卑陋，
妄以君子之道未远，由众生妄以佛道未远，而高推甚近也。具之法界不离一心，何远之有？诗云：法科伐科，其则不远；知科以伐科，逆而视之，有以为远。故君子以仁治人，改而止。人人本具，故云以仁治人，即指自治之法，非为治他人也。改者，去逆修而成顺修。中恕，为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怨，亦勿施于人。中者，无人无我，道之本体也。恕者，以人利我，以我推人，修之方便也。故曰为道不远。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，所求乎子以事父，未能也，所求乎臣以事君，未能也，所求乎弟以事兄，未能也，所求乎朋友先师之，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景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；有余，不敢进。言故行，行故言。君子乎不躁躁耳？为子止孝，为臣止敬，为弟止恭，为友止信，总义中庸。虽近各有异义，义虽差别，体即无差，无差而差，故名庸。差即无差，故名中。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怨乎其外。一切富贫等位，皆是自心所现境界，故名其位。心外别无少法可得，故不怨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。观一切境，无非即心自性。富贵亦法界，贫贱亦法界，夷狄患难亦法界。法界无形，魔所不行。一心三观，处处圆明。不离境以密心，故无境不入。善即境而悟心，故无不自得。在上位不临下，在下位不冤上。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下合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，故不临。上合十方诸佛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，故不缘。知十法界，皆即我之本性，故正己而不求人。故君子居义以四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。居义即是慎独，不慎独便是行险。子曰：
设有似乎君子，施诸正骨，反求诸其身，设而不忠，未有怨天尤人者。君子之道，譬如行远，必自耳；譬如登高，必自卑。诗曰：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息，且乐且耽。一耳世家，乐耳妻奴。子曰：父母其顺矣乎？子曰：鬼神之为德，其甚矣乎？视之而弗见，听之而弗闻，体悟而不可移，使天下之人其名甚弗以成祭祀，仰仰乎？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诗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甚可涉思。夫为之险，臣之不可言。如此夫，妻子兄弟父母，皆耳也。鬼神即远也，以此合妻子，合兄弟，顺父母，即以此隔鬼神，可谓远自耳，高自卑也。人以成隔鬼神，鬼神亦以成而使人视之如在，非成不足以为感，非成不足以为应，非离感而有应，非离应而有感，开而会之，即所谓诸佛心内众生时时成道，众生心内诸佛念念正真也。成字双就感应上论，一成无二成，即是真如之性。三以顺文无周，以作标榜，皆以孝字为主。四名修道以人，后云亲亲未大，可见罪耳无如孝，罪远亦无如孝。佛经云：孝名为戒，孝顺至道之法，故知如是二教入门大同，但孝有是出世间之意耳。子曰：顺其大孝也与？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，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，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独焉，故哉者培之，亲者附之。诗曰：家乐君子，献献令德，以名宜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生之，故大德者必受命。权重在德为圣人一句，果能德为圣人，纵令不为天子，不有四海，不崇九庙，不满四旬，而其位、其禄、其名、其寿，冤在所谓先天而天福为，乃名受命也。子曰：无忧者，其为文王乎？以王继位父，以武王位子，父作之，
子树之。武王转大王，王继文王之序，一荣一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显明，尊位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享之，子孙保之。武王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王继，上祀先公，以天子之礼，斯礼也。达乎诸侯大夫，即是庶人，父为大夫，子为士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，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，其之丧，达乎大夫，三年之丧，达乎天子，父母之丧，无贵贱亦也。虽赞文王，即是赞五州之孝，五州之孝，全由文王指孝指慈得来。子曰：武王周公，其达孝已乎？夫孝者，善济人之志，善恕人之事者也。善济善恕，须与时错之宜。参看，须从慎独时中处。发愿，春秋，修其祖庙，成其宗器，设其常衣，建其时时，宗庙之礼，所以续朝暮也；续爵，所以变贵贱也；续事，所以变贤也；履仇下位上，所以改贱也；偃毛，所以续齿也；见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视死如视生，视亡如视存，孝之至也，交涉之礼，所以是上帝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似乎其先也明乎。交涉之礼，帝常之义治国，其如是诸长乎？末节两个所以字，正是礼中之义。由知天之人，以修身事亲，由事亲修身，以合天道之诚，方是事必四先之意。否则牺牲玉帛，可谓礼乎？四引答哀公问，结成宗庙。哀公问政，子曰：文武之政，不在邦策，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术。夫政也者，仆奴也，故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人。仁者，仁也，亲亲为大，义者，义也，尊贤为大，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补助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人。四句是全部政治学，通古今，达万国。
不可改也。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，思修身；不可以不事亲，思事亲；不可以不知人，思知人；不可以不知天，知天。谓物性真也。知人，谓亲师取友，以开智慧也。事亲，谓修身第一物，即躬行之始也。知天，谓法身。知人，陈般若。事亲修身，谓解脱。天下之达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，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坤弟也，朋友之交也。五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义也。物性具三德，则三非定三，而三德宛然，正显原形，必由原解。解性行本一，虽以三德而行五达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亦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亦也。身之安行，亦是修德，亦是与人和天，但胜利耳。及知及行，所知者即法身之一，一必具三。能知者即般若，般若亦三。所行者即性具之事，事亦具三。能行者即妙修之功，功亦具三。为种种三，三不离一。所谓非一非三，而三而一。好学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仁勇，谓真修。好学力行知耻，谓元修。故但云静，除系身之安行一倍，其余二倍都要从元修起。知思三者，则之所以修身，之所以修身，则之所以治人，之所以治人，则之所以治天下国家矣。元修亦是全性所起，故物性具元修，则依了百当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公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修身则道立尊贤，则不惑亲亲，则诸父坤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炫，体群臣则事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公，则才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
则天下未知，其名甚福，非理不动，所以修身也。去禅远色，见惑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。尊其位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。官圣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。时使褒贬，所以劝百姓也。日甚月事，既并称事，所以劝百公也。送往迎来，嘉善而今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。既绝世举废国，治乱时为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义也。九经无非性具物性，方行九经，故曰行之者一。补助华严经云：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，五蕴悉从生，无法而不造。又云：若人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，故曰所以行之者义也。凡事欲，则利；不欲，则废。言前定，则不竭；事前定，则不困；行前定，则不窘；道前定，则不穷。先开缘解，随起缘行，缘解不开，不名为欲。故下文直指名善，未成身之本，在下位忽或忽上，名不可得而至矣。或忽上有道，不信乎朋友，不惑乎上矣。信乎朋友有道，不顺乎亲，不信乎朋友矣。顺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成，不顺乎亲矣。成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成乎身矣。此节与前故君子节参看，便见其妙。浅云之天，即是精明善，浅以是亲，为修身之要；精以成身，为顺亲之本。浅以知人，居是亲之先；精以顺亲，居信友之先。浅曰进修，精曰功效，逆顺相成，而皆以缘解为先。学者可不以开缘解为及物乎？在下位不独只是数人说，诸侯在天子之下，天子在上帝之下，人为下位，天为上位，以人道合天道，乃名惑乎上耳。佛法事者，不得佛道，不能度生，不合菩萨所行之道，不成佛道，不以持戒，孝顺父母师僧三宝，不合菩萨所行之道，不信一体三宝，
不能持无上戒，不悟本来佛性，不能深信一体三宝也。成者，天之道也；成之者，人之道也；成者，不勉而终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成之者，则善而不直之者也。此非以天道人道并成，乃归重于人道和天耳。未除非不勉不思，方是天然圣人。世间绝无天然之圣，必须择善不直，只要修道即则，自然彻正本性矣。此以为下文原为章本，而又必从前文原解发来，遂于深思，问曰：如伏羲等圣，慧能等祖，岂不是天然之圣？答曰：宗敬云，直饶身而知之，亦是多生闻熏尘种，或乃诸圣本愿名家，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王阳明曰：问、思、辨、行，皆所以为学，未有学而不行者也。如言学孝，则必服劳奉养，躬行孝道，而后谓之学，企图悬空口耳讲说乎？学舍，则必张弓挟矢，隐满中的学书，则必伸指执笔，操乎染汗，尽天下之学，未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，则学之始，故以即是行矣。笃者，敦实笃厚之意，以行矣。而敦笃其行，不惜其功之谓耳。盖学之不能无疑，则又问，问即学也，即行也；又不能无疑，则又思，思即学也，即行也；又不能无疑，则又辨，辨即学也，即行也。辨即明矣，思即慎矣，问即审矣，学即能矣。又从而不习其功焉，思之谓笃行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，使错之于行也。有弗学，学之弗能，弗错也；有弗问，问之弗知，弗错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错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错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笃，弗错也。人亦能知，几百之人实能知，几千之，此特谓困之勉行者，是以下手之方，盖以末世之中，学之力行者，亦不可多得。直须如此明善以成其身，方为修道之教，方能灭命之妄，以合天真。补注：观有弗学，有弗问，
有福思，有福辩，有福行无惧。可知博学是要专中求博，非以杂学为博也。专而能勤，勤而能久，未有不成者也。人亦能知己百之，人实能知己千之。是孔门修行秘诀，亦是三世诸佛修行秘诀。妙法莲华经授学无学人祭品。佛云：诸善男子，我与阿难等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阿难常乐多闻，我常勤精进，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云：无上正等正觉，果能此道矣。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二必字与果字相照，所谓无精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。古人云：但半肯心，绝不相转。读者免之。四广成名道何成？拟于原位，自成名，谓之性；自名成，谓之教。成则名矣，名则成矣。自成名者，由大佛顶经所谓性觉必明，此则但有性德而无修德，凡圣平等，不足为贵，只需以始觉和本觉自明而成，则修德圆满，乃为修道之教。此下二句皆成此句说去，为自明而成，成即则明亦即，是妙诀即照之意。单指修德即果言之，又即正在明善之时，明则必成。是等觉以下照即之意，乃曰修德从因至果言之，故此二句皆曰教说，不取但性，未成则明也。盖但性无修，不免妄为明觉，系成生灭之始矣。为天下至诚，未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。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。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与。补助数穷三季，横遍十方，乃可谓尽。然非佛莫能言，虽圣人有所不知，其实佛法未来，众生机感之大无过于天地化育。故中庸所言亦止于是，否则无真不信，不信名服从。宋襄张商殷云：无为学佛，然后知如臣哉是言也。愚而惧佛，便是自小。韩欧成诸诸贤，当早自卑哀忏悔，奈何后人有笑之乎？此至诚，即是明善以成其身，
修德功极，就尽正于性体者也，故曰未能尽其性。尽字全曰修道之教，不可但曰性德，然只说道与天地参，便是如门狭小之处，若知空身大觉中，如海一偶发，则佛道可接矣。补助己性、人性、物性，乃至天地之化育，皆是一性，故一净而无不净，与天地参，即是与十方世界不二。其次至趋，趋能有成，成则行，行则者，者则明，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为天下至诚。未能化，须观戒而有心，三千具足，方是至趋。趋能有成的功夫，连用几个则字，正显曰机虽钝，曰教并远也。至字是妙观之功，趋字使所观世境，成字使所显理地，行者明。三字在观行位，即出中后三星。动字在相四位，变字在分真位，化字在就近位。至诚之道，可以前之，国家将兴，必有真祥，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见乎失归，动乎四体，祸福将至，善必先知之，不善必先知之，故至诚如神。既至趋而到至诚之地，则必先知如神。其次真祥妖孽，失归动体，而后之灾，妖祥之宴，失归之舍，不过未愚者觉矣。诚者，自诚也，而道，自道也。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，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，所以诚物也。诚己人也，诚物知也，性之德也，和外内之道也，故识错之一也。前明至趋，乃道至诚。孔人谬未成事修成，不是性具，故今明成者自成，即所谓天然性德也。又孔人谬未性德只有正因，不具怨门二因，故今明道亦自道。所谓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也。又虽说性修，皆本无作，人谁知此本具性修，故又即是指点，为一切根深器界之物，无不从此尘出，无不还归此尘。故尘乃是物之终始，若未尘理是无，则一切物从何而有？现见有物，即知有成。
既本有臣，则必臣之为贵矣。有信无修，信何足贵？贵在修能显性耳。性既物我所同，故成之者亦必物我俱成。成己以云是之，以成即物之己，故名为人。成物以云是人，以成即己之物，故名为之。若己若物，无非一性，若修若性，果皆明德，是理不二。地质亦如，物我无分，果因交彻，故名和外内之道也。四息亦物，全时随机，尽于未来，无有穷尽，故名时错之宜。故至诚无习，不习则久，久则真，真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诚理本自数穷恒变，今至曲者，至道至诚地位，自然彻证数穷恒变之性，故至诚无习，乃至博厚高明，体用无不数穷恒变也。博厚，所以载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强，用处既皆数穷恒变，所以载覆成物，能与天地合德。此言与天地合德，亦且就人间分量言耳。实则高天厚地，皆无依报之一成。如此者，不见而彰，不动而变，无畏而成。如此者三字，迭前至屈之人，至道极处，内正成之全体，外的成之大用，则全体即用，全用即体，故曰不见而彰等也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尽也。其为物不二，则其生物不测。成理，全体极具大用，人正之而内外亦如，天地亦得此理，而体用不二，为物不二，即是体，生物不测，即是用，游览全体，故具全用。观心事者，观一念中所具国土千法，名为天地，为物不二，正是一切为心。若非为心，则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安得不二？天地之道，博也厚也，高也明也，幽也久也。天地全是一尘，故各全具博厚高明悠久六义。若以博厚单属地，高明单属天，即与前分配之文何别？何必更说？且与为物不二之旨有妨矣。思之，今夫天思昭昭之多，及其无穷也。日月星辰系焉，万物复焉。今夫的一撮土之多，
及其广厚，在花月而不重，正河海而不泄，万物载焉。今夫山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广大，草木生之，禽兽居之，宝藏兴焉。今夫水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测，圆橐蛟龙鱼鳖生焉，或才直焉。朝朝一撮一卷一勺之性，即是无穷广厚广大不测之性，即于朝朝中能见无穷者，乃可与言博厚高明悠久之道。否则落在大小情量，全是遍计妄执而已。所以文中四个多字，指点令人悟此朝朝一撮之法界不小，无穷广厚之法界不大也。诗云：为天之命，愚目不已。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，愚乎不显。文王之德之纯，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，纯亦不已。此命字与首篇命字不同，直指天道无极，假名为命耳。不义即无极，无极即成体，天得之而为天者，以此其义苍苍者为天哉？又若未有修德，则弭天成命，如水成冰。既有修德，则物命成天，如冰还成水。一则全真是妄，一则全妄是真也。不显即目，目深远之意。若作起不显示者，谬纯即不已，不已即无习。以人合天，以修合性，斯之谓也。大哉，圣人之道，洋洋乎发育万物，聚集于天，悠悠大哉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为圣人能以教修道而正全性之理，故执名为圣人之道。洋洋悠悠具是性具之道，故同是大洋洋亦入无间，悠悠亦即无外，不可偏视。呆其人而后行，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明焉。因至德方明至道，所以道必属于圣人。故君子尊德性，而道问学，至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礼。性虽具德，由修方显，以修显性，名曰德性。无修则性何足贵，修则性显而尊。故欲尊德性，必道问学，然欲道问学，必尊德性。不尊德性，不明真问学也。广大精微高明中庸，故
心、厚、力，皆性德也。智、敬、极、道、温、知、敦、崇，皆道问学以尊之者也。若欲备知其义，具在性学开蒙。补注：偶义大师林峰宗论海大师性学开蒙答问一篇，最为详尽，学者当求读之。今录其评论诸录二公学说一段云：象山亦未不尊德性，则问学与不问学皆无用，但能尊其德性，即真问学，犹无佛所谓圣境明心。不从人德，何及取劳？恳请修正。亦由六祖本来无物，又及孔子无道亦以贯之也。是将尊德性设问学，非是德性而废问学，故德未明显也。子阳亦未若不道问学，虽高谈德性，如所谓礼佛，非观修正，必道问学，以成至德，方可明其率性之道。犹无佛所谓菩提涅槃，尚在遥远，要须历劫心勤修正，亦由神秀时时服侍。又及孔子雍德之行，雍言之谨，下学而上达也。是将问学尊德性，非徒问学而至德性，义德未明显也。然则悟象山之所谓德性，问学以道；悟子阳之所谓问学，德性自尊，可谓是则具是。而象山似顿悟，教子阳之渐修，当胜一筹。然执象山之言而失止，则思而不学，与今世狂禅同陷险坑。孔子谓之曰殆。执子阳之言而失止，则学而不思，与今世教律同无实证。孔子谓之曰罔。可谓非则具非，而无实证者，上通六趣，陷险坑者，必堕三途。象山之流弊，亦教子阳备甚。若就二公之学，以就二公之徒，亦有两番：以逆就，以象山之要治子阳之病；以子阳之要救象山之病。二顺就，执象山之言者，未生象山真旨；执子阳之言者，未生子阳真旨。终不若象出一打透，则二病不生，二药无用矣。又云：德性二字，以含性修因果止去，而广大经为等，皆德性所具之一趣，至之敬之，乃至崇之，皆道问学者之妙修耳。尊此德性，方道其问学；道此问学，方尊其德性。否则性尽其远，沦于屋下。有所谓法身流转无道，为众生矣。然德性广大，
为其洋洋发育也。今为为其悠悠百千也。高明为其为天欲物也。中庸为其不离子臣弟友之间也。故为其秉自出身也。心为其经纶参赞也。后为父子君臣等皆天性所定也。礼为仰视抚育等皆人事应耳也。是有广大而不精微者，如海鱼身长若干游巡，荡而失水，蝼蚁得意。有极广大而精微者，如阿修罗王，变身与须弥奇，复能幻入偶思孔，得性一耳，虽洋洋俱极，而复举体摄入一微仪，虽举一小微仪，犬具得性，非得性少分也。是有精微而不广大者，如玩器等，微妙精巧，不堪致用。有极精微而广大者，如摩尼珠，圆明清净，不过分寸，置之高壮，四周与宝，德性一耳，虽百千金躯，而随拈其一，皆全具卫浴功能，非少分功能也。是有高明而不中庸者，如夏日鹤甚，不可目视。有极高明而中庸者，如诸佛光明胜百千日，而处者清凉，德性一耳，上达极在下学，为天欲物之极致，不离庸言庸行之家风。是有中庸而不高明者，如香港善人，可侠可欺。有极中庸而高明者，如时中之盛，温而利，德性一耳，下学全体上达，洒扫应对之节，极具旋杆转昏之用。是有物而不兴者，如衣敝不堪富裕。有故而常新者，如上古瑶琴，一番模斧一番音，德性一耳，出身一切道德文章经纶事业，不可穷尽。是有心而不顾者，如美食不可再列。有心而常顾者，如春至花开，数未常改，德性一耳，虽出一切经纶事业道德文章，而体常如故。是有厚而非礼者，如牛犊相随，因然天爱，而往之一节。有厚而及礼者，如孝子事亲，冬温夏庆，昏定成神，出于智性，匪由勉强，德性一耳，虽虑其天真，自有礼节。是有礼而非厚者，如六国事情，事不得已。有礼而及厚者，如孔子拜下，敬礼非谄，德性一耳，虽百千金躯，绝非强舍。又至广大而不尽精微者，亦自有博学多闻，与则办事，多则全非，以计不精微，及于广大不能致故。尽精微而不致广大者，
亦自谓一门深入，欲亦办事，夺亦全非，以计不广大，则于今为不能进故。及高明而不道中庸者，亦自谓豁达大度，然离中庸而贬以高明，便不明及道中庸而不及高明者，亦自谓言行相顾，然舍高明而安于卑陋，非君子之道。温故而不知新者，亦自谓守其德性，而德性岂如此之痴顽？知新而不温故者，亦自谓日有增长，然如钩快可立呆其何？敦厚而不崇礼者，亦自谓虑其本真，未免同人道于牛马。崇礼而不敦厚者，亦自谓举止有事，反谓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故避了之广大经纬等无非德性，皆须道问学以尊之，则犬修在性，犬性起修，既非二智，那偏重轻，思未超出是非两观。犬收二公之长，永度二公流弊者也。是故居上不骄，位下不备。国有道，其言足以兴；国无道，其莫足以容。诗曰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此之谓与不骄不备等，即是识错之疑，又下同卑仰，故不骄。上合辞力，故不备。积熟，则为甚说法，四息异物，故足心。积深，则为甚默然三昧观时，故足容。知识理未明，知权理未折，自利利他为保身。由易传中保和太和之宝。子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见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事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才积其身者也。好自用，是骄；好自专，是备。身经反骨，是不知识错之疑，灾及其身，是不能保身。佛法事者，不知权识二智，不知四息善巧，必有自害害他之师。非天子，不义理，不制度，不考文，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，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子曰：吾说下礼，岂不足真也？吾学殷礼，有宋存焉；吾学周礼，今用之，吾从周。佛法事者，礼是体义，逆法深德，度是方法，逆解脱德，文是能权，逆般若德。三德常乐秘密之藏，为佛一人，
能开能释，后世祖师传佛心印，加持明经一字，即同魔说，所谓同鬼同文同伦也。夫有位无德，是既高本下，有德无位，是本高基下，今之本既具下，而者非佛经自传语录，罪何如哉？王天下有三众焉，其卦或已乎？佛法是者，得法国土，王于三界，自悟三谛，而正三德，以此三谛立一切法，破一切法，统一切法，方无过咎。补助三谛三观三德，详见上边始中心要解。上边者，虽善无真，无真不信，不信名服从。下焉者，虽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名服从。佛法是者，过去诸佛机感已尽，未来诸佛机缘未熟，所以化导为难。又曰教示者，单提向上第一义谛，气理而未必气机，名为虽善无真，单赞散善，即界定等，斗机而未必出世，名为虽善不尊。故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真诸庶民，考诸三王而不谋，见诸天地而不备，执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四圣人而不惑，执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。百世以四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本诸身者，身正三德密藏，密藏乃本性所具也。真诸庶民者，一切众生皆有三佛性也。考不谋者，过去诸佛道痛也。见不备者，一正无非三谛，又以性为天，则修不备性也。执无疑者，十法界无非一性也。举鬼神为言端，显界一耳理不一耳，四不惑者，未来诸佛道痛也。执鬼神，是曰十法界同性，故曰知天四圣人。是曰佛法界同修，故曰知人。是故君子动而是为天下道，行而是为天下法，言而是为天下则，远之则有望，近之则不厌。动即一轮不思议化，行即身轮不思议化，言即口轮不思议化，是谓天下，显其数穷恒变也。诗曰：在彼无恶，在此无赦，数积素业，亦有终欲。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早有欲于天下者也。无恶无赦，即是有望不厌耳。如此二字，指重在本诸身，
既本诸身，自能真考见直且似自具三轮不思议化，早者操其劝于己，不求厌于人也。师称永忠，文杰早有，始终总不离一成体。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上御天时，下习水土。前文明仲尼从周，而以三仲归诸王天下者，今又恐人不达，为此大事因缘，唯在王天下人，不知时之与位，虽有差别，而本身真明之德，三轮不思议用，无差别也。故今特名一介匹夫之仲尼，然其考不谋，见不备，知无疑者，如此可见此道人人有分，个个不无。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复仇；譬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。万物并育，道并行，欲性具性量，即是性体。小德川流，欲性体性量，即是性具。大德敦化，欲性具性体，即是性量。此赞天地，即赞仲尼，而文字出没变化，绝无痕迹，为天下至圣，未能聪明睿之，足以有灵也。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。发强刚毅，足以有直也。其庄中正，足以有静也。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人能修德如仲尼，即为天下至圣。既为至圣，即具聪明睿之等德。既具此德，即足以有灵有容，乃至有别，昔必居位，方明王者。故大学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世皆以修身为本，应知至圣至诚，皆无人自心所具及果之名，不可看属他人也。普伯渊泉，而时出之，普伯如天，渊泉如渊，简而名莫不敬，言而名莫不信，行而名莫不说，是以声名扬溢乎中国。诗集满末，舟车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，双目所对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简言行，即时出也，亦即三轮不思议化也。对下文配合，则如天为中，如渊为空，见言行之时出，为假
右仆伯渊泉，是立体，师出之，是世用。理中本具三谛，数三为二，名曰空中。世中亦具三谛，数三为一，但名为假也。为天下至诚，未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根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夫焉有所以？既是至圣，则以究竟尽性，亦名至诚圣。曰能正之至，即大菩提成。曰所正之理，即大涅槃。涅槃名秘密藏，远距三谛，大经世俗地大本，是真谛化育，是中谛，经纶之，立之，知之，是一心三智也。举一即三，言三即一，不着二边，不着中道，故魔所依。谆谆其人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三谛皆能立一切法，故皆谆谆，同名为人。三谛皆能破一切惑，故皆渊渊，同名为渊。三谛皆能统一切法，故皆浩浩，皆名为天。三个其自正显，虽由修道而正，实皆性具也。苟不故聪明审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聪明审知而达天德，全悟真因而成果觉，全以果觉而为真因者也。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性然性然，五劫世时中奥旨，拟于流通。诗曰：一井上迥，恶其闻之者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黯然而日彰；小人之道，得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，淡而不厌，简而闻，温而理，知远知近，知风知字，知微知险，可与入得矣。备成何绝，守于真常，始则不为物转，气外守内，后则静极光通，便能转物，故黯然而日彰。若不向真望源头悟彻，不向圆通本根下手，而泛滥修习，即所谓的然而日亡也。正因缘尽，名为淡；一心三观，名为简；始终修习，名为温。静中本具妙谛，故淡而不厌。三观摄一切法门皆净，故简而闻。修习从因至果，具足差别至断，调然不乱，故温而理，戒而有心，可谓至净也。三千具足，可谓远矣。成佛而名闻满十方界，可谓道风狭步也。由悟远理，远修远正，
以为其本，可谓封锁自已。初心一念修习三观，可谓至为也，即能具足一切究竟功德，可谓显矣。此节重在三个之字，正是妙悟之门。诗云：潜虽浮矣，亦恐之招，故君子内审不疚，无恶于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为人之所不见乎？此节是从妙悟而起妙修，即慎独功夫也。诗云：香在耳室，尚不愧于屋漏，故君子不动而静，不言而信。诗曰：奏假如言，实以有真。是故君子不赏而明劝，不怒而明威于抚悦。诗曰：不显为德，百辟其行之。是故君子笃恭，而天下平。此三节，节是由慎独而至中和，遂能为天地，育万物也。诗云：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。子曰：声色之余以化名，莫也。诗曰：德有如毛，毛有有轮，上天之载，无声无秀，至矣。此总结是为天育物之中和，即是性具之德，虽复修至究竟，恰恰合于本性，不曾增益丝毫也。彰出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是名不变随缘，从真独门而开生灭门也。修道之谓教一语，是欲人即随缘而悟不变，从生灭门而归真独门也。一部中庸，皆是曰生灭门，反望归真。修道之事，虽有解行为三，实非判然三法，一一皆以真如理性，而为所悟所观所证，直至经文，皆归无生无秀，可谓因果相符，性修不二矣。但此皆用法华开显之旨来会全文，令成实义，不可谓世间儒学，本与元宗无别也。观彼大孝至孝，未曾度亲成佛，尽性之极，不过与天地参，则居在六合之内，明矣。读者奈何兼职门庭，漫云三教究竟痛耶？若欲令究竟同，除是开权显实，开寂显本，则又必归功法华。否则谁能开显？令与实相互相违背。思之思之，中庸直指中。